劏咗你食。咁鬼臭，抌咗佢。唔得，喂，抌咗佢，唔好，劏咗嚟食。你好变态啊！系啊，激起我，点啊？我个单位好耐冇人住啦，切，我又唔得钱用，系咯，佢都继续丢空佢咯，好过我要贴钱俾政府补地价。先生你好，听话屋企冇人住。租俾我啊！我爸唔俾我养兔仔。你要我贴钱俾政府，就系俾你养兔仔？你傻噶？我同埋你要瞓街噶啦。政府唔俾未补地价嘅居屋出租，系因为有人觉得买咗居屋嘅人已经领咗政府嘅房屋福利两次，如果就咁出租，咁即系领第三次。但系有人想租屋。但是有屋丟空又不給租，你說多浪費呢？所以獅子山學會就建議政府可以給未補地價的居屋直接出租。做法很簡單，只要業主將收到的租金和政府攤分就可以了。以我身後的彩兒花園為例，政府當日開售給業主的折扣是 43%， 如果業主可以收到10,000元租金，將4300元交回給政府，那問題就可以解決了。你都唔想日日有兔仔俾人劏嚟食㗎？